梁涵一换，变化球过来，出棒子，裁定是出棒过半，遭到了三振。魔音，哇、哦，这个时候他非常的不满。哦，这个时候魔音有比较大的动作来抗议，他却没有出棒，但是呢，三垒线已经是判定出棒过半了，魔音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开心。洪总也出来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形成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。待会侧面的一个镜头再来看一下，不过，这是无法改判的了。再来看一下侧面镜头，第三个出局数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刚刚三振魔音的变化球，因为他的手腕其实还是有一些晃动。对，那三垒手是裁定出棒让魔音。No no no，